好，我是 Tracy。 今天呢，跟随我来一起看一下马上要完工的 condo 它的质量如何。 Let's go。 首先我们看到整个进门后门的整个设计，然后它的手感都是木质的，而且非常的沉重，是用了上好的材质。在右边呢，我们来看到是它的整个卫生间，卫生间的墙面画和地板的瓷砖全都是一体化的，包括它的这个镜面设计。再往前走呢，是它的一个小的长廊，这里我们可以设计成鞋柜。再往里走呢，左边是一个 monitor， 这是它最新设计的 smartphone 的，可以把所有的连到一个 button 上面。然后再往里呢，是整个的厨房，然后厨房最外侧呢，是一个小的储物间，这个就开发商非常有心了，因为整个的房子呢，就是现在 locker 各方面都很贵，所以说它上面有一个小的储物间，便于你放东西。然后再往里呢，就是整个厨房了，它整个的冰箱呢，也都已经是外包式的了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冰箱的每一层呢，都可以来回的抽搐的，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电器了。下一层呢，就是它的一个冷藏。再往里呢，就是说它的这些厨房的储物柜，然后现在已经是抽拉式的了，都已经先进化了，和 condo 的和 house 的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再往里就是它的水槽，这个水槽呢整个也是一体化的，这个是德国进口的，就是它用的材质都是顶端上好的。然后它下面的出纳，再往里走就是它的一个厨余，它厨余也是设计好的，都给你添加了这些小工具。再往里就是洗碗机，洗碗机也都是包嵌在里面的，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，洗碗机已经不再设计在最边缘化，而是设计在离近烤箱、离近水槽的地方，一个是便于使用，另外一个呢会减少一定的噪音。然后你看整个厨房，它整个都是用墙面包起来的，也就是把这个厨房的空间整个隔离出来，这个是废材质，还有是设计上也是一体化的，这就是它先进和高级的地方。再往里就是它的一个客厅，它这个客厅呢，就是你可以放沙发呀，然后放电视，也可以放学习柜，就是你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。然后直面阳台，这阳台是可以看到湖景的。再往里走呢，就是我们客厅的斜对面是它的一个洗衣房，这个洗衣房呢，它设置了一个小屋，把它给就是说单独隔离出来，因为洗衣服会有一定噪音嘛，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个隔音。再往里走呢，就是整个卧室了，整个卧室的它的 view 也是湖景 view 的啊，然后你看到的它前和前面的楼都是有楼距的，就隔得比较好。它这个亮点就是现在的脱衣柜呢已经全都是木质门了，已经不再是那种简单的玻璃或者塑料推拉门，而是木质门，就是说上的层次也是比较高档的。这就是整个的屋的一个情况，一室一厅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个2021年现房的设计和完工水平，已经超过了许多现在的楼花。